运动自由广阔天地，运动开创崭新天地。彭广阳主播，金山捕蛇，一分不赊。来自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国家联会西区小组的亚利桑那响尾蛇队，4月18日晚间做客旧金山，九局比赛挂零，以0-5遭到惨败，还造成这个赛季首次被完封的窘况。旧金山巨人队因此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的战绩都是9胜11败，获胜率都是 45%。 巨人队在这个赛季排定和响尾蛇队交手4次，巨人队在首次交手时就奉送对手鸭蛋先拔头筹。巨人队在这场夜战派出现年27岁、身高6尺1寸的王牌右投手韦伯 Logan Tyler Webb 先发登板。他是于2019年8月17日在大联盟亮相，他于18日第5次先发上阵，使用102球数主投7局，三振对手5次，有1次4坏球，2支安打，拿到本季第2次胜投。他于2023年球季在大联盟国家联会旧金山巨人队效力，总共出赛33次，累积216局，其中先发33场，投出11胜13败战绩，场均防御率 3.25， 遭到对方击出201支安打、20次全垒打。韦伯刚刚于4月14日才和旧金山巨人队第4次续签一纸为期5年、总价9000万美元的合约。彭广阳，2024年4月20日。